天阿公那个急诊那边有。你不是说不会发烧？应该不会，他们说第二季都比较轻。嗯。弟弟不是打的，弟弟混打面滴，就有点轻微的。他发烧了吗？有点点发烧，没有像上一次那么严重。有点发烧啊。他应该是腿烧，那个时候给阿公说完了。第二季我们第二季也没什么感觉，我也是两季都打 A。哎呦，哎，不知不觉就这样攻上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去哪里了？嗯。好几百天了耶，好，那么现在扣除昨天尾盘爆量1175亿，那么今天只是略少200亿而已嘛。因为你刚看那个 K 线。哎，刚才有那个什么？哎，胡叔叔，我这两天谁打电话找你？他说把你的手机都找我。哎，然后叫那个什么打电话给我们。